我不是做梦吧？啊！左边，一、二，哎，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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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知道，这次时空基点一定和飞机有关，对吧？那接下来由你介绍喽。我喉咙突然好痛，静静还是你说吧。这次的关键时刻是1903年的美国，世界第一架飞机飞行者一号成功起飞的那一天。根据资料，发明飞机的科学家是莱特兄弟。嗯，可是因为柠檬博士捣乱，他们的试飞失败了，所以才会出现飞机消失的奇怪情况。等等，这样的话，飞鹰战车不就没法变成飞机了吗？放心，用未来奇趣徽章升级过的载具都不会受到时空基点的影响。那还等什么？赶紧出发呀！喵，喵，等等我！时间飞船，奇趣变形。确认无误，这里就是基地霍克小镇，是莱特兄弟的。不会吧？又来！快躲起来！怎么回事？小心！快闪开！那是莱特兄弟。哎，除了他们，哪还会有人想飞呀？差不多了，走，我们去看看吧。好，走吧。什么什么？是飞吗？不是去看他们笑话。成功了。你继续。说了，这根本不可能。就是，人怎么可以像小鸟一样飞啊？怎么样，没事吧？谢谢你们。你们懂什么？飞机一定能飞起来的，对吧？看吧，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可能。不要放弃，再试一次吧，你们一定能成功的。再试，我们已经试了成千上万次了，可结果还是失败了。谢谢你们，只是不可能终究还是不可能。奥威尔，把飞行者一号修好带回家，我们的试验到此为止。哎呀，这才对嘛，别老是做白日梦嘛。算了。数据比对有误，根据历史资料，今天没有那么强的风力。艾尔，风云在哪儿？
搜索奇怪风源，找到了。什么东西？是你，没事吧？放心，小意思。开机，小心！没事吧？开招，开招！快救命！再这么下去，我们就要变空中飞人啦！有了。你要干什么？我要用它乘上上升气流，这样就能从上方接近龙卷风的风眼了。这也太危险了。不，这根本不会成功的。我们奇趣特工的字典里可没有不可能，对吧，闪电猫？我相信你。凯奇，去吧。嘿，看我的，嘿。再来，喂，放弃吧，这根本不可能。不管你试多少次，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啊！不管怎么样，我绝不要放弃。哥哥，我们再试一次吧。再试一次。回，成功了。我们带你上去。
冲到风暴中心去。糟糕，热战完蛋了！空间拳套，火箭拳，发射！讨厌！嘿嘿，凯奇，奇趣特工任务成功！是吗？不会吧，这个飞机来了。哥哥，我们成功了。我们不是做梦，看吧，人类是可以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的。我们的飞行者一号飞起来了。呀嘿，耶，阳光下台，尽情狂欢，我们来了。柠檬博士，出动吧！不怕响起，继续出击！到底影响了什么？这次被扰乱的关键时刻是十五世纪西欧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远航探险。探险？没错，正是因为这次航行，哥伦布最终发现了后来被叫做美洲的新大陆。根据分析，因为柠檬博士捣乱，哥伦布没有成功，所以美洲晚了几百年才被发现。所以刚刚才会出现那些怪怪的野人呢？那还等什么？赶紧出发，把事情羞羞的解决，再回去度假吧。我们马上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是啊，每次都说有办法，可他那些笨主意对付不了大海怪呀。对，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只要那海怪还在，我们就没法出海啊。不行，得跟船长说清楚，这次远航取消吧。走，跟他说去。好。鸟，海怪肯定是柠檬博士搞出来的，为的就是让哥伦布没办法出海。谁说我没办法？这怪大叔是谁呀？我就是要成为航海王的男人，哥伦布。哥伦布，那个，你这造型是怎么回事啊？有眼光，这可是我想出来的新计划——木桶大作战。这么一变，海怪以为我们是木桶，就不会来袭击我们了。怎么样，给力吧？根据分析，计划成功率只有0.00%，也就是不可能。不可能？那正好，征服不可能才是所谓的航海家呀。听着，只要我哥伦布想做，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哥伦布先生，我们也来帮忙。你们？对，
我们奇趣特工队可是超厉害的。勇敢的凯奇，坚强不向困难低头。训诫盛典嘛，无畏的。哎，行吧，曲奇饼战队，奇趣特工队。哎呀，怎么样都好了，来，帮我把这信交给我的船员吧。哦，这是。等着瞧，远航会继续的。戈壁。对，冒险不会结束，海怪由我哥伦布引开，你们赶紧开船往新航线出发。放心吧，我哥伦布要甩开区区一条小海蛇，很轻松了。什么？那个笨蛋逞什么能啊！走去救我们的船长。好。闪电猫、艾尔，你们先跟上大家。收到。多多，我们先赶过去海怪呢。飞鹰战车出动。飞鹰战车，奇趣变形。小海蛇，你这准头不行啊！怎么回事？飞鹰捕手！这也太厉害了吧！小心！发光的那是什么？船长！大家抓稳了！几个笨蛋，谁让你们来的？船长，怎么样？我这招给力吧？根据分析，海怪有99.999%的几率会攻击我们。只要找到改造船的风查查，我们才有机会打败他。可这么小的坏柠檬，该怎么找呢？柠檬，我知道。那时候我好像。那时候我看见了，在那个海怪的嘴里有个柠檬头的怪东西。对，就是它。在嘴巴里有了。小柠檬，你先去把水龙引开。好的，鸟。大家，我有个作战计划。不行不行，这不可能啊！怕什么？你们忘了吗？征服不可能才是我们航海家呀！
不过是一条小海蛇而已，各就各位。是。听我命令，转向扬帆。好，全速前进。闪电猫，逆转方向，超频射击。世界是属于勇者的。嗯，到底在哪儿？不用怕，满地重锤。一、二、三，我起来。找到了，通天拳套，火箭拳发射。差点就成了。谢谢你们，奇趣，鞠躬队。算了，奇趣特工任务成功。走吧，向新航线出发。哦，天气这么好，却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小鸡，比诺，他们这么着急要去哪儿？那边好多人呢，肯定有什么好玩的，咱们也去看看吧。给我，请让一下，别抢，别抢！是班主，他正在发马戏团的传单呢。怎么突然这么受欢迎？难道有新节目？隔壁嘟，嘟嘟，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主意不错。来，老张，别想跑！喵！是班主，他又想要捉我了！有我们在，别想捉走闪电猫。你们先别紧张嘛，你们还没买票呢。你不是要捉我吗？我的马戏团这么受欢迎，还捉你干嘛？大家别拥挤，排好队呀！让一让，请什么请什么？哎呀！闪电猫，你以后不用再担心被捉了。希望真是这样吧。表演马上要开始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有请我们的台柱外星酷哥。酷哥，酷哥。酷哥的样子好熟悉啊。哥，是皮鹿。皮鹿怎么会在班主的马戏团里表演？
比咕。嘟嘟说皮鹿正在用手语告诉我们，自己是被班主捉到马戏团来表演的，要我们救他。那赶紧去救他呀。闪电猫，你怎么还在看表演？皮鹿他整天干坏事，为什么要救他？可是现在他正在向我们求救呢，我们不能见死不救的。大家满意吗？接下来让我们的台柱酷哥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表演，炮弹飞外星人。对不起酷哥，威力大了一点，可能是我的火药放太多了。请去探库顿。原来掉在这里了，别偷懒，还有表演呢。救救我。等晚上马戏团关门，我们就去救他吧。不怕强敌，齐聚出击。勇敢的凯奇，坚强不向困难低头。变身装置，迅捷闪动，凯奇变身。悟空出门猛地出手，用超能力要战斗。闪电猫变身，艾尔就是力大无穷。当真正遇到危机，猛出动，强壮大。艾尔变身，与武器再不同不同，无畏战士是怎样狂风，集合我一起走，陆地行动，决定乘坐绿光超跑，哪怕前方是困难重重，守护的心也不会摇动，我们是齐全的团队，解决危机的一次特工队出发。皮鹿到底被关在哪里啊？一个洞。皮鹿的卧室，这也太显眼了吧！这铁丝网好高啊，再高也拦不住我闪电猫。看我先爬进去，再从里面把门打开。不愧是闪电猫，行动神速。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居然比我还快！大门根本就没有锁。在铁笼里面。皮鹿，皮鹿，咕比嘟！我就知道机器特工队会来救我的，太好了！现在知道我们好了吧？以后别做坏事了。我来把门打开。谢谢你们，我还以为下半辈子都要被困在这里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先出去再说。可别动。大家小心，是班主，我们从后面走。啊，这是什么？我动不了了。哎呀，可皮哥，什么外星食人花？我们就埋伏了吗？班主先生，怎么会有外星的东西在这？因为是我带来的呀，嘿嘿。啊，皮鹿，你为什么？不然你以为可以这么顺利潜入马戏团救人吗？原来你和班主是串通好的，嘿嘿，合作愉快。对不起各位，我不该轻信他的。不是你的错，是他们太卑鄙了。何必
班主先生，全靠你想出这么完美的计划，才把他们引到马戏团这里来。不不不，全靠你精湛的演技，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哦，细菌特工，救救我！太卑鄙了！嘟嘟，你就回去帮我写暑假作业吧。等一下，嘟嘟公主我也要了。明明说好你捉闪电猫，我捉嘟嘟的，怎么可以突然翻口呢？你之前的表演这么火爆，我觉得加一个外星人表演更能吸引观众。放手！你放手！是你放手才对。艾尔，我们滚去那边。明白。不是我的计划，你能抓到他们吗？给我的精湛演技，你的计划有什么用？给我！别打了！居然逃脱了！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啦！同学出手！哼！想不到皮鹿和班主还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呢，幸好班主贪心，不然我们就真的被抓走了，再也不会上他们的当了。收到紧急求救信号。都是你害嘟嘟公主逃跑了，我要抓你回外星帮我写暑假作业。我都不会外星文字，怎么帮你做作业啊？救命啊，急需特工快来救救我呀。这次换成班主是受害者，以为我们就会上当了吗？别理他们了，这次是真的，快救救我。安静点吧，我们一起出发了。